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小犬台风，虽然是逐渐远离，但剧烈的强风豪雨在台东和兰屿肆虐。除了出现了17级的强阵风，打破126年纪录之外，在开元港还有近百艘的渔船沉没，不少住家大门和铁皮屋都被吹坏了，还有地方是电力中断，而学校更是受创严重，所以县府就宣布兰屿在明天继续停班停课。一阵强风，家里的三片铝门就这样被吹走，直接掉落在外头的道路，民众看了傻眼。小犬台风的威力强大，在台东兰屿刮起17级强风，打破126年的纪录，许多民宅被大风灌入，落地窗抵挡不了，整面倒下，路边的电杆被吹歪，连岛上唯一加油站的油枪也被吹走，部分地区还停水停电。现在都没有水喝，也要在整理里面的房子里面呢，也都看不到，都暗暗的。然后交通也不通，然后我们的一些房屋什么都被吹得乱七八糟。船只在水中载浮载沉，同样不敌强风巨浪的冲击，开元港内的渔船相撞破损，有近百艘船是沉没在港内，损失难以估计，而校园也受创，兰屿中学的教室天花板掉落下来，电线裸露在外，门窗和桌椅都毁损严重。我们学校的岛上算是最好的、最豪华的，可容纳80人的多功能会议室，整个大门都被吹掉，连那个窗框都被吹走了。合力抬起大片被吹落的铁架，以免阻挡通行。看到街道一片狼藉，居民们自立自强，徒手清理。而环岛公路因为落石中断，许多人也自发性先用简易的器具来抢通交通。不过在地有几位民众受伤，得送医治疗，还有物资都有迫切需求。我们将会有一艘货轮，明天早上就会出发，载着我们的必须要的物资跟药品、铁皮屋的翻覆等等，需要重机具，明天也会一并请货轮送到兰屿。援助兰屿，县府表示，只要天气转好，6号就能够协调技术人员进驻，以及运送民生和医疗物资到岛上。只是台风肆虐，让兰屿受创严重，民宅和校园要恢复，仍得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。记者张明哲、蔡慧玲、陈信龙，台东报道。